来我们的那个4年读经计划啊，每天5-4分钟，4年把圣经读一次啊。哎，这个礼拜回去要读26到29章啊，这只是第5次而已，所以还没跟上的人，从第一章开始赶快跟上来啊。来，我们一直在现在开始，我们用从旧约开始啊。那旧约包括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摩西五经，就是今天传道一直讲的陀拉，就是这个啊，这是摩西五经。然后呢，历史书，然后呢有智慧书，然后有大小先知，就是这5部分。然后呢，这个诗篇，这是主轴，这12个是主轴。那么这个呢是来补充的，大小先知也是补充的啊。那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来啊，来创世纪。讲什么东西呢？4个大事跟4个人物哈，就是这样。4个大事是哪4个大事呢？创造、堕落、洪水、巴比塔，就是4个。这4个叫做太古时期，就是第1章到第11章4个事情。然后呢，4个人物讲哪4个人物？列色啊，这4个啊，好，那这4个呢，我们叫做列祖时期，就是后面12章一直到50章全部啊。那我们讲4个人物，第一个亚伯拉罕，我们把它分成3个时期哈、啊，这个已经讲过了哈、啊。那以撒就是分3个时期，他那个记得比较少一点啊，把它分成25、26、27，就是这3个时期。那这3个时期主要。第一个是讲红豆汤的事情，第二个我们这个礼拜回去就从这边开始读起，从这边开始啊。那这个是第25章，主要讲红豆汤跟以扫的事情，一个爸爸爱老大，妈妈爱老二哈、啊。那后来就发生一个那个哥哥跟弟弟要红豆汤，结果他跟他要长子的名分啊。那长子名分有什么重要？长子名分。有这种东西，他可以获双倍的遗产，他可以做一家之主，是带领全家祷告的，而且上帝要给他这些东西。那他为了这个一碗红豆汤哈，结果呢，在新约圣经把他说他是贪恋世俗啊。好，接着回去就从这边开始读起哈。来，26章那个以撒遇到饥荒，然后呢他就过去。那个非利士地就是基拉尔，上帝说你就停在这边，你不可以去埃及了，就是停在这个地方哈。但是呢，他跟他的阿公一样哈，亚伯兰在基拉尔也是骗人家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，有没有？他也是一样，因为他有样学样哈，他就跟他说啊，这个是我妹妹啊，然后他就住了一段时间，但是呢，他骗了以后，后来他。这个那个非利士王雅比米勒发现他是骗他，所以结果跟圣经读一读那很简单啊，他就又回去了，以撒又回去别斯巴。因为圣经讲那有记者啊，非利士人这个王雅比米勒，他从窗户看见以撒跟他的妻跟第100家啊，从那西碗，他这西碗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。他是什么爱拥抱、这呼吸的动作，所以他说把他叫来说，那个好像是你太太啊，你怎么骗我哈、哦？后来他就回去了、哦、就从这边，他本来在别斯巴，然后到基拉尔的旁边这边，非利士地哦，后来又回去了哈、哦。这是26章会读到这个，然后27章呢，开始就以撒老了啊、哦，因为他。圣经只有25、26、27嘛，这章他就要结束了哈、哦。他就老了，然后他就想把祝福给他的长子啊、哦。他认定的长子是以扫，所以他就叫以扫来，你去买一个那个煮一个野味给我吃啊、哦。但是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要给你祝福。讲这个话的时候，被100家听到，100家呢就跟两个骗他爸爸，这个大家都那个圣经很清楚，这个不用讲。多了哈，好，就这样子，他就弄一个毛啦，去骗他。这个以扫也不是很呆的哈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
明明就是声音是雅各啊，但是摸起来又毛的是哥哥啊，但是没办法，他已经看不清楚了，就给他祝福啊。这个祝福当时的祝福很重要很重要，这个年老人给的祝福是一种预言，他讲的每一句话都一定会实现啊。你们看到创世纪四十九章你就知道了，那个雅各的祝福每一句话都应验，这个也是一样。好，以撒要给雅各就要祝福了哦，但是你知道啊，他当初认定他是谁，是以扫哦，所以他的祝福不一样哦。他的祝福这些，因为天上的甘露啦，地上的灰土啦，很多都就是没有什么，没有救赎，没有弥赛亚的那个祝福在里面，因为他认定他是以扫。那你知道这个祝福是一定会实现的哦。那上帝的那个预言弥赛亚是要出于雅各，所以你知道这些没有以扫的，这当作是给以扫的祝福，所以没有那个弥赛亚的观念在里面啊。你看创世纪十二章，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是什么？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，这是弥赛亚的观念啊。然后呢，二十一章十二节说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哦，哈，就是什么那个老二的雅各哈。二十五章又讲的，大的要不是小的，所以从这几节你就知道，那个弥赛亚的祝福是要从雅各，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事情结束以后，那他这个以撒就要把他这个雅各他就要去哈兰嘛，对不对？去找他舅舅嘛。那时候祝福就不一样了。二十八章第四节，这个是以撒已经知道他是雅各，而且他要遣他去他舅舅那边。他讲的怎么样啊？亚伯拉罕的祝福通通给你。好，所以这一段是要跟他讲一下，这不一样啊，这祝福虽然是祝福了啊。好，那以扫呢？听他跟他爸爸说，哦，我祝福都给你雅各了，怎么办呢？有没有？他就放声痛哭，他就，你难道没有别人给我祝福吗？那这一段圣经啊，到希伯来书新约有提到哦，怎么样呢？希伯来书十六十二章十六到十七有讲，贪恋世俗如以扫的。他因为食物放弃，但是后来呢，想要承受父亲的祝福，竟被弃绝。虽然毫无确凿，却得不着。在信约有人讲的话，那没办法，他爸爸就讲说：“哦，都给他的啊，哈，我已经立他做你的主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没办法，好了，给你祝福好了，给你什么恶的祝福？什么祝福？地上的回族必为你所祝。”地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，结果字面上是这样子，但是真正的原文是地上的回族必贬离你，地天上的甘露必贬离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些后来一扫跑到哪去，就以东嘛，这边下面对不对？就是这种土地，好、哦，然后接着下去呢，你要依靠日高洁度日啦、啊，你要侍奉你的兄弟啦、啊，到你强盛的时候呢，你才能够脱离。后来果然真的这样，以东一直服侍以色列，到最后，如果这个要讲的话，有人就是啊，就是什么，就是那穆罕默德起来以后，这些阿拉伯就强起来了，所以他们已经脱离了，啊，就是有人这样子讲啊，反正这是不得不的恶祝福啊。好，那以扫听着就很祝福被拿掉就很不爽，对不对？叫杀他哥哥啊、嗯。那以百家就跟他叫他雅各啊，你就去找你舅舅好了哈、嗯，去哈兰那边的地方哈、嗯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开始雅各啊、嗯，开始雅各。那雅各把它分成三段，一个在他舅舅家里，一个在逃命，一个在伯特利。那第一个呢，那个雅他爸爸就叫他去找他舅舅啊。他就要去巴旦亚兰，结果在路上呢梦见天梯，这很重要哈、哦。他就以撒就跟他祝福了啊、哦，就让他去，然后他就开始往要去巴旦亚兰哈、哦，然后说出去往这个路程怎么样啊？你看这个图，从这里别是巴一直到哈，这多远呢？啊、哦，来我们看，这是别是巴哈、哦，出来到伯特利，这个要。85公里要走三天、嗯、然后这边
我这里一直走到哈兰，哈兰这就是巴旦亚的地方，它是不是哈兰？这里要多久多长的呢？850公里，要走30天，啊，他就是跑到这边去的。那在这里啊，他先到这个伯特利的时候呢，这个伯特利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碰见天梯。这个天梯有什么重要呢？这个他就梦见天梯，梯子呢，这上面是顶着天，然后有神的使者在楼梯上上下下，啊，耶和华站在楼梯上面。你看到那个什么？你觉得有什么重要吗？这个有一个预表，哦，你看哦，神在上面，啊，那个这个梯子，使者在那走来走去，哦，这个就是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就会看到的嘛。哎，这边他就睡着了啊，这个天梯，然后这边他耶和华就跟他讲怎么样呢？你要后裔要很多啦，怎么样啊？哈，然后我要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跟你同在。那好。我刚刚讲这个梦见天梯有什么重要意义呢？来，约翰福音1:1-51，请大家一起念。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身上。所以那天梯是什么？天梯是什么？耶稣，人子身上，神的使者。在人子身上，就是神的使者，这样的楼梯上上下下，那楼梯是谁？人子啊，所以是什么？耶稣做上帝跟人的什么中保，所以这非常重要，所以记在这个地方哈。好，那梦见天梯，他就把他睡觉的枕头拿起来当作柱子，说：“上帝竟然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道。”啊，他说：“好，我以后一定会再回来。”啊。他就讲了，他说：“因为耶和华有同在我，哦，要以你为神。然后我回来以后，我会献10分之1。哦，这是圣经第二次提到10分之1哈。好，然后他就开始去了哈。然后去到哈兰了，就在哈兰要碰到拉姐妹妹啊，那妹妹。然后他就帮助他把石头挪开，那个给他弄水。所以你们发现三次水在几边？三次水在几边？”利百家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娶太太一定要去井边啊，这些啊，哦，去井边你就会碰到人的啦哈，哦。然后呢，他就去找井啊，哦，然后那个拉姐呢就回去跟他哥哥讲啊，哦，那拉班就出来把雅各接去了哈，哦，接去以后呢，那雅各就为了那个妹妹。他说：“好，不是你七年这个给我当太太好了哈。”结果怎么样？七年要他给他水，他姐姐，给他姐姐，然后顺便把姐姐的便利也给他啊。但是他发现以后，他就拉班说：“啊，姐姐年纪了，怎么叫妹妹呢？啊，不然这样子啦，婚礼完毕再给你啦哈。”所以7天以后呢，就再给他。所以是妹妹7天以后。妹妹给他，他才继续做7年哦，不是7年换一个，7年再换一个，这7年娶了2个，然后加2个 baby， 所以共几个？一次4个哦，那当然再做7年嘛，对不对哈？好，所以他一共娶了4个，哦，姐姐加妹妹加姐姐的 baby， 妹妹的 baby 啊，哦，那要怎么记呢？他是拉，他也是拉，那这2个怎么背呢？就叫利息，利啊，跟希帕嘛，就是利息啊。好，他娶了4个，要开始生小孩了啊。这个是他一个名画啊，这雅各之吻哈，啊。这个他们以前是因为都这样子，所以姐姐给他说他不知道，因为都装这样子啊，到睡起来以后才知道哈，啊。啊，他就开始生小孩子了哈，啊。那因为这个姐姐失宠，所以上帝就给他能够生他。这个妹妹就不能生，哦，然后呢，一次人生3个还不够，再加1个，所以一次生了4个哈，哦。他的这个名字有意思的哈，哦，第一个刘备说：“我有儿子了，因为耶和华看到我的同行。”第二个西面说：“耶和华听见了我。”哦，第三个利未说：“他跟我联合。”第五个是我要赞美耶和华。所以一共生了4个，那雅各一共生几个？12个，12个就这样生的，啊，哦。这个先生4个，
然后呢，老二的悲尼生两个，老大的悲尼生两个，老大再生两个，然后他也再生两个，这样子。那今天生到这边为止哈，所以就到这边。来，京剧，我们来背京剧。